마치 잔잔한 호숫가에 누워서 예, 바람을 맞는 그런 기분이죠. 또 들려드리는 시간을 갖도록 하겠습니다. 마음이 편안하시죠? 다 같이 일어나셔서 걱정을 모두 벗어버리시고 힘차게 부르시겠습니다. 지금 거는 스탠바이 했다가 중국어 끝나는 대로 중국어 다시 들어가면 되죠? 네. 我们的血当中有很多红血包和白血包，还有很多血细胞。那么白细胞。 예, 골수줄기 세포. 那么骨髓的干细胞呢？所有的细胞是从这个骨髓干细胞开始的，血液里边的所有的细胞。那么骨髓干细胞呢，可以分化出各种的血细胞，是吧？这分化的根源呢，就是骨髓干细胞。 跑哪儿去了？找到了，大家看。前面这个是骨髓生产的骨髓干细胞，这个骨髓干细胞慢慢的成长，然后分化，分化成，然后产生这样各种各样的。 从枝干上分支出来的这些细胞啊，这是干细胞，枝干是吧？然后从枝干分化出的细胞，我们称之为枝干细胞。啊，这里又是一个枝干，三个细胞，这有个几个枝干，三个细胞，所以说分化出很多枝干来，我们称之为枝干细胞。嗯。 大家明白了吧？那么
大家的所谓的这个身上的抵抗力啊，担当体内的抵抗功能的白细胞呢，这些白细胞呢统称为免疫体系，叫免疫系统是吧？啊，担当免疫功能。那么担当免疫的细胞呢，我们称之为白细胞，这白细胞有很多种类 ，B 淋巴、B 细胞、T 淋巴、T 细胞。 这是我们迄今为止给大家讲的这个T淋巴，还有这什么自然杀伤细胞，自然杀伤细胞是吧？然后就是麦，今天麦克有点不正常。 这个是自然杀伤细胞，还有这个这种细胞叫什么？它有很多突起是吧？就锥状突起细胞，上下两个都是一样的种。锥状突起细胞，还有一个叫颗粒性细胞，颗粒性白血胞，还有什么？还有巨噬细胞。这就是我们统称的。 免疫系统一共有几种？几种呢？一二三四五六种，一共是六种是吧？一共是六种的细胞呢，构成啊我们体内的白细胞，统称为白细胞。这些白细胞担当着我们体内的免疫功能，形成免疫系统。嗯，有没有什么提问？ 大家搞懂了吗？搞懂了都就，就算学完了白细胞。那么这六种白细胞呢，在我们身体里起到防御功能。这些白细胞如果运作正常，我们的抵抗力就会很好。如果它生产的不好或者功能不能正常发挥的，我们抵抗力就会降低。这些白细胞当中。 最主要的白细胞就是 T 淋巴，这T 淋巴，是剩下的白细胞啊，都由这个 T 淋巴来指挥统帅。那么这总指挥的作用是由这个T 淋巴来起的。大家看，这是我们的免疫体系是吧？我们的免疫体是怎么构成的呢？ 这个橙紫色的这个线呢，类似我们的毛细血管的一个非常细微的管，长得像毛细管，但是里边流的不是血液，而是像一种清水的水液，我们称之为淋巴液，淋巴液管。 那么顺着这个淋巴液管最本溯源呢，我们就看到这样像球状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淋巴线。这个淋巴线呢，顺着这个淋巴线管呢，把淋巴液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那么，淋巴球呢就顺着这个管呢，传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 ，T 淋巴呀 ，B 淋巴呀，都顺着这个管流动。那么。 大家可以想象，把它比喻做警察的专用线，是吧？红细胞啊，这些都不能走这条线路，只有那些担当身体内防卫系统的警察们 ，T 淋巴们专用线，巡逻线。所以这重要的部位啊，淋巴都安置了淋巴线，我们嘴的这个口腔的颈里头啊。 称之为扁桃体、扁桃腺。大家知道，这个肠也有淋巴腺是吧？淋巴腺中最有名的淋巴腺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认为没什么用处的盲肠。这个盲肠啊，里面都是淋巴腺，是吧？起到我们肠胃的肠的防卫系统，它盲肠不是肠，所以身体的各个重要的关节上不。 重要部分呢都有，就是淋巴腺，就像
就像什么，顺着这个警察专用的高速公路啊，处处都设置派出所，是吧？警察区。所以说，比如说脚被钉子扎了一下，那么病菌就会顺着这个血液管向上传递，是吧？那么来到淋巴线呢，就被淋巴关卡卡住了，啊，然后这边就要切割的，是吧？ 这疙瘩就是淋巴线的，B 淋巴和 T 淋巴和病菌交战的结果，是吧？所产生的结果。所以我们的身体啊，我们身体里有比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还精密的防御体系啊，这个防御关卡呀、非常严谨，是吧？啊，所以当病菌侵入我们的身体里边。 啊，这个是血管，血管的横切面，这个红色的我们称之为红血球，红血球，这是血管 B， 血管 B 细胞，血管 B 里边呢，这个颗粒性白血球呢，就是拼命的向外涌，这个已经涌出一半了，是吧？它随接着陆续要涌出来。 要挤出来，为什么要挤出血管 B 呢？他们已经都出去了，这些白血已经在投入战斗了。为什么呢？因为发现了敌情，病菌侵入了体内。这个病菌呢，长得像什么？像葡萄一样是吧？一粒儿一粒儿的串在一起，所以我们称之为葡萄状球菌。 葡萄状球菌是吧？那么，大家发音要发得准啊！葡萄状球菌，这个病菌侵入体内以后呢，中间起到一个非常神奇的防御系统呢，就被启动了，发挥着功能，这是 T 淋巴起着种子会的作用，这是巨噬细胞，这是 B 淋巴。 这是颗粒性细胞白血球，现在都在传递着信息，传递着命令，是吧？那么最先给B 淋巴发命令，那么发现敌情，赶紧把它铐起来。那么这个病菌来说 B 淋巴呢，就生产出手铐来。这个手铐我们称之为什么？称之为抗体。那么 B 性肝炎的人呢，就体内再怎么扎预防针也生产不出。 抗体来，这意味着什么？就是 B 淋巴呢，不能正常发挥功能，或者是 T 淋巴，它传达不了这个命令，就种子会有问题，那么传达不了命令的话 ，B 淋巴也就得不到命令，也就发挥不了功能，所以肝炎没有抗体，问题在哪儿？ 大家什么事那么重要啊？手机关上好不好？不管手机，关了手机死不了。看，这产生抗体，然后抗体就像手铐一样，把这些病菌给铐起来。那么这些。 这些病菌被铐起来以后呢，那么这些细胞白细胞呢就去吞噬它们，所以说这一切防御的这个程序啊是非常精密的，预先设计好了的程序，是吧？如果你们能够感觉到自己体内细菌侵入的话，能感觉到吗？你们能感觉到就大事不好了，是吧？那神经。 变得可能都一个人变得都神经兮兮了，是吧？因为需要一个超越你们的智能的更高的智能来完成这一切的工作，我们连试都不敢试，所以说，与其做不好，干脆就不去管它，这才是更妙的一个说我们自己能防卫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本身不具有，是吧？有一种超越我们的能量。 超越我们的能力在调控着我们的身体，我呢，在我身体里边
病菌侵入没有侵入啊，发生着怎样的防御的这个功能，我们自己都啊没有察觉啊，在我们没有察觉的当中，不声不息的注意，一切都已经啊发生了，这一切不可能是偶然的，是吧？不是偶然的，生命本身呢，不可能是偶然的，是总是有一个眷顾它的，超越人类智能的，啊，根据不同的状况、不同的状态来调整我们身体的，超越人类的智能在操纵着它。那么这个抗体啊，啊，手铐可不是同样的啊，那么抗体也是千差万别，随着侵入我们体内的病菌的种类不同，可能病菌的种类有上千种，是吧？随着病菌侵入的病菌的种类不同，那么所生产的抗体的不同，它自己都能分辨，自己就能自动的生产啊。这不可能是什么偶然的啊啊，偶然形成是不可能，需要一个非常伟大的智能来啊判断、主张，是吧？如果没有这种智能的判断的话，这种非常精密的防御作战呢是不会展开的，是吧？大家看啊，这个白血球呢就吞噬这个病菌，这复杂的非常缜密的，用我们人类的头脑根本无法连想象都想象不了的这种精密的，非常真的让我们啊感到不可思议的免疫体系呢，在我们身体里面已经建构起来了，是吧？而且时时刻刻随着这个身体的状态啊，病菌侵入的病菌种类的不同，那么自动的分辨所有的情形，处理所有的信息啊，然后进行啊抵御的这种所有的程序呢，要靠一个超越人类的智能来控制。电能没有智能，它只是一种能量。电能呢，它没有什么智能，它只要流动通过就完成使命了。而生命的气息呢，却要有什么？却有智能。那么，生命的气息呢，是有智能的能量，有智能的能量。有智能的能量，哎，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表现，是吧？是能量，但是同时它具有什么？有智能，它有判断的能力。分析的能力，可以传递命令。大家想一想，什么样的能量具有这样的智能呢？阳光也是能量，但是阳光它有智能吗？它没有智能，是个非常物理的东西。你不让它进来呢，只要打开窗帘，它会照射进来，是吧？但是生命的气息呢，却不同。这个生命的气息是一个有智能的能量。他说我不喜欢你，我拒绝你，他真的就不会来，是吧？如果说我需要这个能量，这是生命的能量，我信赖他，我欢迎他，他就会进来。所以我们需要信赖，是吧？这个能量我们称之为什么？这个有智能的能量，生命的气息。更准确一点，更贴切的表现呢，这个有生命气息的能量呢，是对我们的心怀意念做反应的，能够读我们的心怀意念，读懂我们的心怀意念，是吧？这样复杂的所有的免疫体系呢，他都知道，他都已经体察，然后知道怎么样去启动它，怎么样去控制它，啊，已经了如指掌的智能。这种智能，有智能的能量，我们称之为什么好呢？这个能量我们称之为爱，称之为爱，爱。所以呢，一个母亲呢，即便她是没读过书、没进过校门的母亲，但是她知道自己的孩子尿片是否湿了，她母亲知道。啊，是否应该喂他奶？母亲本能的都了解，都知道，非常神奇，是吧？但谁不知道啊？小儿科医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
那学了很多医学知识的医学家们、科学家们不懂，但是母亲知道，爱情就是这样神奇，具有伟大的力量，伟大的智能。在美国，我有一个这样的朋友，这位朋友出生在德国，脑子非常够用，他在美国的这个航天局工作 ，NASA 工作。那退休以后呢，患了肝癌，然后几经周折，来到医院以后呢，医生宣告死亡，就死了，真的死了，死了，的确死了。医生来，经过这个诊断以后呢，听诊，然后说的确死了，那么要宣告死亡是吧？这个任何人不是随便哪个人可以宣告的，必须得有医生来宣告死亡。在他的死亡宣告书上，说这个人已经在几月几号几时几刻，死亡，所以，在上面签字。那么这个医生要负责任的，如果没死的人，你签上字的话，你要负法律责任的是吧？所以医生要负责任的。然后谁来呀？然后这个，死者的尸体呢，就要送到这个冷藏库里是吧？那么在进入冷藏库之前呢，牧师要来，然后从这个医院的病房啊，推到这个冷藏库的这段时间呢，牧师正在赶向这个太平间，那么就等牧师来。那夫人呢，在旁边嚎啕大哭啊！天哪，这样的嚎啕大哭。牧师来了以后呢，为这位死者呢做最后的祷告。那么打开冷藏柜的门，要把这个尸体推入，关上了，那么阴阳两界就分开了，是吧？那么妻子呢，这位夫人呢，非常爱她的丈夫。她说：“我丈夫，我觉得他现在还没有咽气，他还活着。”所以说在放入冷藏柜以前呢，让我再看他一眼，让我再确认他一眼，我就想确认，再最后让我确认一把。那打开以后呢，她的丈夫正在瞪着眼睛看着她呢，所以这个先生呢就这样捡了一条命只有那些爱他的人才能感觉到这种感觉到的智能是吧？是牧师、大夫都感觉不到，是吧？死了就是死了，只有爱他的人，真心爱他的人，才能对生命有所了悟，能了解生命。所以呢，负责生命的能量的气息呢，我们这位生命的气息，那么生命的气息的本质就是爱。而那么跟他无关的人，不爱他的人都说死了，已经死了，医生都已经签字了那不可能。那么没有爱的话，就这么了结了是吧？那么大家想一想，那妻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念头呢？明明已经死了是吧？但是为什么在推入这个太平间的冷藏库之前，他有这种念想呢？他这念想是哪儿来的？当然是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给他的，创造主让他重新活过来，然后给了他这个念想，让他确认是吧？所以这样这一切就这么来的。所以我们称之为什么？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什么？这种智能我们称之为什么？我们称为是超人类的智能。超人类的智能我们称之为，不称之为知识，我们称之为智慧，称之为智慧，超越我们人类的知识，我们的常识，我们用我们的头脑是无法理解的东西，但超过人类的这种存在，或者上帝这样的存在，如果不在的话，我们
不可能有这样的智慧，是吧？超越我们人类知识智能的存在，赋予我们的智能，我们称之为智慧，称之为智慧。所以我们称之为有智慧的人，尽管没读过书，但是有智慧，但是读过书，但是有不智慧的人，是吧？愚蠢的人。所以愚蠢的人呢，我无知并不等于，就是没有读过书，并不等于他没有智慧，是吧？所以他们所有运作的机制啊，都是靠什么？靠智慧来运作的。我们称这个智慧为生命的气息，生命的气息我们称之为它的本质就是爱。所以有智慧的人呢，什么样的人有智慧啊？是充满爱心的人。充满爱心的奶奶是有智慧的奶奶，那些不爱孙子的奶奶呢，那么说死了就死了，是吧？所以爱呀，是智慧的本质啊。所以当大家满心充满爱的时候，那么你们就会有智慧。比如说你们的老公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妻子是知道的啊。尽管他不是营养学家，是吧？没学过营养学课，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的丈夫今天需要什么啊，一到市场上就知道，就想买这个，就想买那个。昨天不想买的，今天却偏要买，偏想买。这就是智慧，来自于爱的智慧。但是如果这个老婆正惦记着跟丈夫离婚的话，那么市场上这些东西能看见吗？来电话的说啊，外面凑合吃一顿回来吧，啊。所以爱丈夫的妻子啊，妻子才丈夫才会有安全感，是吧？男人们呢，跟女人相比，相对使用的更多的是知识，是吧？靠知识来工作，靠知识来竞争，是吧？那么女性呢，不同，但是女性更需要的是智慧，尽管她们没有什么学位，但是女性比丈夫更需要智慧，比丈夫更有智慧，因为她爱丈夫，爱家人。所以没有爱的话，也就没有智慧了。没有爱的人是愚蠢的人。所以所有的免疫体系啊，这些复杂的比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还复杂的这些所有的体系呢，是靠超越人类的这种智慧来运作的，是吧？所以我们这就是生命的气息的本质啊。大家明白了，深深的领悟了这个道理以后呢，你们心中啊会产生一种平安的感觉，是吧？啊，生命的气息呢是来自创造主的爱，是吧？源于创造主的爱。这个爱呢，当我们信靠创造主来体会创造主的这种大爱的时候，我们才会生机勃勃。大家看看这个被铐上手铐的病菌，是吧？然后这个颗粒性白血球呢就伸出触角来，然后把这些束手就擒的病菌呢给拉过来。他没有眼睛，没有鼻子，但他在病菌离他一定距离的时候呢，他就把他拉进来，说明创造主已经把这道程序呢已经注入到了这个白细胞的里边，是吧？当距离适当的时候呢，上帝就激活这道程序，然后他就会伸出触角来把病菌拉进来。大家连想象都无法想象，是吧？这种神奇的事情竟然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体里发生。那么被拉到附近以后呢，就张开嘴，他没有嘴呀，是吧？但是张开嘴啊，那么张开嘴呢也是有一道遗传基因的命令，已经注入好的程序，然后张开嘴，然后把病菌吞噬掉，然后关上这张嘴，关上以后里边就会产生一种这个杀死病菌的物质，这个基因呢就会被激活，然后生产出物质，这个杀死病毒的物质。而所有的程序就是这么神奇神妙，是吧？真是神妙无比。
人类呢，迄今为止不了解这些所有的生命的机制，是吧？现在才明白了。啊，有的人相信进化论啊，他说这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怎么是作为偶然呢？有点太神奇了，太神妙了，是吧？啊，那么都是偶然的话，那么像话吗？那么偶然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计划好了的。我们虽然察觉不到它，不了解它，但是更有意趣的是。那么所有的程序是怎样编好的呢？在什么样的情形下，这种现象防御体系进入佳境呢？大家再看，这个自然杀伤细胞啊，这是癌细胞，这个自然杀伤细胞呢，直接就贴附在癌细胞的表面，然后让它放炮。然后水分就泄出来，癌细胞就被攻克了。那么怎么让它泄气呢？那么这个杀手细胞里边有一个像锥子一样的物质，特殊蛋白质生产出来以后，然后在癌细胞的表面打孔。啊，这是非常高的智能，是吧？科学家们呢发现了它以后就拍案叫绝，是吧？我在读医科大学的时候不懂这个道理，哇，惊叹不已。这是偶然吗？这能够是偶然吗？啊，作为偶然，太过神奇了，是吧？这是大家看过好几次的图片，是吧？然后癌细胞被攻克了，然后这些垃圾啊，就是 T 淋巴呢，离开以后呢，还留一个 T 淋巴来监视这个现场，然后这些垃圾怎么办？怎么处理？这些癌细胞的垃圾，病菌的垃圾，由谁来处理？怎么处理啊？那么我们身体里有清除这些尸体的病菌的病毒的尸体的程序，是吧？这些垃圾过多的话，身体对身体也不好，所以巨噬细胞就来了，就像垃圾清扫车一样，然后把这些尸体呢都要吃掉，然后把这些垃圾呢重新再利用，生产成一种抗癌抗细菌的物质，所以这一切都是生生不息的循环的过程，是吧？这些程序已经都编好了。说不定这是偶然的，那么活这么长时间，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偶发的，这不是这样的，都是非常缜密的，连一丝的误差都不容的，非常缜密的计划程序，是有一个超越人类的智能已经把它编程好了，所有的防御体系做好以后，我们接受什么的时候？接受爱的时候，接受爱的时候，当我感觉爱的时候，所以大慈大悲，我赋予你们新的诫命，你们要彼此什么相爱，所以你们不要恨人，不要恨你们的弟兄，恨人就等于是杀人，在你们恨人之前，就是在伤害别人以前，你们自己已经被伤害了，因为恨人不是真善美的。那么在我们心怀恶念的时候，心怀仇恨的时候，是杀人杀己，是吧？是彼此残杀，彼此杀戮。你们不要彼此杀戮，要彼此相爱，要相生，彼此相生要效法生生不息的上帝，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彼此相爱，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所有的这些机制如果想要进入佳境呢，必须得建构生命的基础设施，是吧？那么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心中没有怨恨的时候，
那么生命的气息就会充满我们的体内，那所有的生命程序呢就会机制呢就会健全并且运作良好，所以提利玛呢就会这样运作起来。所以我们上午爬山的时候啊，这个大树啊非常漂亮啊，怀抱这么粗的大树啊，非常挺拔啊，参天参天的大树枝繁叶茂啊。有人说，有人对我说，我们看这些树啊这么挺拔这么健康是吧，能够完全天命，而我们人呢却不如这棵树啊，这病殃殃的。那么在大自然当中你们能感受这些东西是吧，那么树会怎么说，树会说人呢啊，生命的气息来了你们却在拒绝，而树我呢就说生命的气息我是完完全全的都能够接受，然后生命的基础设施呢非常好是吧，说雨水充沛土壤肥沃，所以这些大树呢茁壮成长参天参天的大树叶繁枝繁叶茂。所以新起点生命运动啊就是让你们这些凋谢了的生命之树呢重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程序是吧。所以这个 T 淋巴呢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这 T 淋巴呀可以说是可以说是免疫体系里的总指挥官。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它是总指挥，因为 T 淋巴和脑是息息相关的，密切相关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脑子里发生的细小的变化呀它都能做敏感的反应，所以 T 淋巴都能感受到那么你们看根据科学家们的实验呢研究实验呢这是科学家的观点T 淋巴呢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进入最高的境界呢，最高状态发挥最佳的功能呢是什么时候呢，是休息的时候，是当我们进入休息状态的时候，进入充分休息的状态的时候。运动固然重要，但下午一定要什么呀，要充分的休息，看电视啊这样休息就不到，休息不到是吧。所以下午大家一定要至少要睡一到一个半小时的午觉是吧睡觉或者是进入充分的休息，然后再运动，这样一张一弛才是文武之道是吧。所以凌晨一点左右的时候，比如说十点入睡，凌晨一点钟左右呢 T 淋巴最活跃最活跃的时候。那么什么样职业，什么样的职业的人容易患癌症呢？那些值夜班的人是吧，晚上上班的人，所以那些值夜班的护士啊发生癌症的概率就比较高。那么值白班的护士和值夜班的护士进行了一个对比实验那么值夜班的护士的癌症发生率啊要高两到四倍。为什么？因为想杀死癌细胞呢，晚上这些 T 淋巴呢得不到休息，得不到激活是吧，可是精神压力大，所以日出而作晚上是日落呢就要休息是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话不假。所以尤其是对那些癌症患者十点入睡是很重要的要尽量充分的休息，睡得早上六点的话那么睡了八个小时 那就足够了，对我们的健康是最理想的。那么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呢，睡觉的时候呢不但休息，而且身体呢得到康复，就是元气重新得到充电是吧。那么
就是在睡觉的时候人最单纯，不受外界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刺激，是吧？但是那么比睡觉的时候，比凌晨一点这个时段 T 淋巴更活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呢？那是什么时候呢？那是当你们领悟真理，满心感谢啊，对美的事物做反应啊，感受真善美，进行新起点生命运动的时候，你们的提淋巴最活跃。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提淋巴呀，提淋巴的表面呢有很多的像天线一样的东西，可以感受这个 K 西内啡肽，还有盐酸多巴胺、血清素这样的松果素这样的幸福物质，能够感受它，是吧？当 T 淋巴感受这些幸福物质的时候，它变得更加活跃，是吧？当我们爬山的时候啊，对周围的景观真是折服，是吧？然后大家如果累的话啊，可以慢慢的上，是吧？空气好的不得了，是吧？树林里的空气清鲜的，真是啊，真是让我们欢呼雀跃啊！大家看啊，就是这样。这样我们的人体的免疫体系啊，当我们喜悦的时候，感受美的时候啊，了悟真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最感到最幸福的时候，也就是接受更多生命的气息的时候哈，这个时候我们的免疫体系呢进入最佳的啊运作状态，最活跃的时候。但是这个 T 淋巴呀啊发生变异啊，做一些异常的表现啊。这个 T 淋巴本来的使命是什么？是保护我们从外部的这些侵略当中侵入啊，来进行防御的功能。而这个 T 淋巴呢，忘却了自己的本能的功能啊。我们方先生要仔细听啊，这是说你的事儿了。那么这个 T 淋巴呀，是比如说僵直性脊椎炎，于先生患的是肺纤维化症，是吧？肺细胞纤维化症、帕金森氏疾病，这一切疾病啊，都是什么？比如说手上小脑萎缩症，是吧？这些都是什么？还有视网膜剥落症，都是自身免疫性疾病，是吧？是 T 淋巴发生变异以后呢，它就敌我不分了，然后开始攻击我们自身的组织，而引起各种各样的疾病。我们统称这些疾病为什么？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所以 T 淋巴呢是应该攻击外来的侵略者，但是它发生变异以后呢，敌我不分了，却攻击我军了，是吧？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自身免疫性疾病啊，自身免疫性疾病。所以敌我不分，自己攻击自己，攻击自己。所以最常见的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就是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啊，多出现在妇女身上。关节组织呢 ，T 淋巴总在攻击这个关节组织。僵直性脊椎炎呢，啊，那么不是是这个脊椎关节，从颈椎到尾椎，这些脊椎关节呢受到 T 淋巴的攻击，是总是发生炎结。我曾经也患过僵直性脊椎炎。这个患僵直性脊椎炎呢很痛苦，初期啊，身体很僵硬，腰疼的厉害，尤其是啊，早上醒来以后呢，起床很困难，这样起床很困难，身体不停使唤，然后在床上啊蠕动半天，才慢慢缓过一点气来。风湿性关节炎也是。早上起来以后手握不紧，是吧？攥不了拳头，慢慢慢慢才能稍稍握紧一点啊。
关节肿胀，还有啊，甲状腺，这些变质的 T 淋巴的攻击淋巴腺，那个甲状腺，甲状腺就会肿胀，然后甲状腺那个激素呢就会分泌过多，分泌过多我们称之为亢进症，是吧？相反呢 ，T 淋巴破坏甲状腺，抑制甲状腺素的分泌呢，就会出现低下症，是吧？啊，最近呢，女性呢还经常出现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什么呢？就是毛根细胞啊，受到 T 淋巴的攻击，然后毛根脱落，是吧？啊，尤其是这年轻女性，大学生，女孩子当中出现这样的疾病，所以不得不戴假发、直发、戴帽子，是吧？很痛苦。我们称之为原发性脱毛症，就是 T 淋巴呢，敌我不分，开始攻击自身的细胞，攻击细胞呢，出现的基本就是肾衰竭症，攻击肺的话就出现什么？肺细胞坏死，什么纤维化？简单的讲就是什么呢？简单的讲就是什么呢？就是纤维质啊，把肺细胞坏死的细胞的那个空洞啊，用纤维给填补上了。肝硬化也是，或者是也称之为肺硬化症，是吧？肝硬化症其实呢也是什么？肝纤维化症，是吧？不是 T 淋巴攻击肝细胞，那么乙肝、丙肝哈，那么肝细胞坏死以后呢？变质的这些 T 淋巴攻击自己的肝细胞，肝细胞坏死以后呢，坏死的这肝细胞就由大噬细胞来吞噬那个大噬细胞来吞噬它，然后产生的空洞呢就由纤维质来填补，是吧？填补的纤维质呢就形成什么结疤，形成结疤，这就是其实就是结疤，是吧？所以说肺细胞产生的结疤，什么心肌梗塞也是什么心脏肌肉产生的结疤，脑梗塞就是脑细胞产生的结疤啊，归根结底道理就是这样。这么浅显易懂的东西，有时候是什么纤维化、硬化、什么梗塞，所以这些单纯的你们呢，被这些单词啊，被这些概念呢，弄得乌烟瘴气，是吧？所以下午听下午四点的新闻啊，所以最近儿童啊睡觉的时候打鼾的儿童越来越多。所以有一个小儿大夫出来接受采访啊，说明说啊说的什么一点都听不懂啊，什么过敏性体质以后变成过敏性体质以后呢，这鼻窦肥大以后呢，所以呢就会出现这样的症状。说什么谁懂啊？老百姓能懂吗？大夫能听懂，老百姓能听懂吗？所以我们这些大夫啊，总是说那些患者听不懂的术语，才觉得自己有知识哈。我李湘九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深入浅出，连这个我们小朋友都能听懂，是吧？是吧？都能听懂，是吧？啊。是的，我们这些老奶奶们也能听懂，啊，你几年级了？五年级当然能听懂了，听懂，那肯定能听懂，二年级都能听懂，啊，这是我去俄罗斯啊，有个一年级的小朋友啊在那里啊一动不动的听我讲课啊，很神奇，一个半小时一动不动在那里听我讲课。每天听讲，坐在第一排，一排一号听讲，哎，好可爱啊，好可爱，好机灵。所以我我的课讲的的确是不一样，因为这小孩子都被我不吸引住了，是吧？啊，那么讲的。容易的课才是好的，是吧？好的课，大家总以为什么啊，说一些高深莫测的内容才觉得有实力，是吧？讲什么都听不懂，
啊，奇怪的很，啊，啊，所以那些权威们就说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高深莫测的用语，是吧？所以你们不用说我实力好，你们说我没有实力也没关系，只要大家能听懂就行，啊，这不是实力好不好的问题啊。这不是实力好不好的问题，不是是，我是得到了是吧？我是得到了，得到了，所以呢，一切道理一以贯之了是吧？啊，一以贯之，啊，所以说任何事情都已经看透了，所以变得容易，所以不好的疾病呢，已经有康复的道路为你们预备了。你们看不到，我能看到，是吧？那么，所以啊，这帕金森氏疾病呢，就是本人的 T 淋巴在攻击脑细胞，攻击自己的脑细胞，使那些生产盐酸多巴胺的细胞呢，都被毁掉了，所以生产不出盐酸多巴胺，所以是这自身免疫性疾病是很可怕的，是吧？主要是女性啊，发病率高，为什么呢？今天也有男的患这种疾病的人来到这里哈，攻击视网膜神经的话，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视网膜的疾病。攻击肺的话，肺就会出现纤维化症，肝出现肝硬化，攻击脊椎的话就会出现僵直性脊椎炎，攻击甲状腺的话就会出现。甲状腺炎是吧？攻击小脑的话，小脑就会出现萎缩症，啊。攻击生产盐酸多巴胺的细胞的话，就会出现帕金森氏疾病。所有的疾病病名虽然千差万别，但是归根结底都是病因是一个，都是一个，是 T 淋巴呢遗传基因的碱基序列的出现了。变异，变成了敌我不分的T 淋巴。那么 T 淋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常现象呢？到底啊，我在学金融月教授啊，我也得多练一练啊。到底为什么啊？好端端的这个 T 淋巴。就会变得这样反常啊？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呢？像我这样性格，以前我这个性格的，是最容易患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性格，是吧？谨小慎微，女性当中那些泼辣的女性呢，不容易得这样的疾病。泼辣的女性啊，心情不高兴的就哗哗哗就发泄了，是吧？这样发泄掉了，这样的女性呢，容易得高血压啊，容易得中风啊。这样的女性反而不容易得自身免疫性疾病啊，不会得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得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就像很腼腆、很内向、抹不开的人，是吧？脸皮很薄的人，有话说不出来，借人家钱却不好意思要，抹不开要，有什么事情都在心里憋着。我过去也是这样，是吧？现在做新经典生命运动以后呢，现在放开了，变得活泼开朗了，是吧？所以大家要放开，要把那些抹不开的碍于情面的东西抛开。现在我妻子反而说你怎么？你怎么这么有时候过于放得开，是吧？有时候在等机场的行李的时候呢，站在那里干什么？所以我就在那边做什么做伸展运动我妻子就说，哎呀，老公啊，你忍忍吧人家看着你呢。反而我太太碍于面子了，是吧？所以大家要放得下面子，而在飞机里我也这样做。
在飞机里这样做的话，有的人说啊，就是说说，哎，你看这个老爷子啊，这老爷子脑子不正常。韩国人好多了，现在的韩国人好多了，啊，人家做什么不做什么，就不干涉不理会了。但是过去啊，20多年前呢，韩国人就是愿意干涉别人，坐韩国航班呢，啊，嗯，那么美国人的人家过去不过去不理会的，但是韩国人就是这样盯着看，一直盯着看啊，看什么？那外国人就觉得韩国人好怪呀，是不是脸上有什么东西啊？我就看什么，看你穿的衣服是什么牌子，什么牌子是吧？啊，对人家特别是啊，李先生穿的是鳄鱼牌啊，对人家这过分的关心是吧？我发现外国人呢，对这些事情，不关心是吧？不干涉别人。但是我从后边看呢，我就知道大家在，啊，在前面这样指手画脚的是吧？啊，你看这个老爷子啊，脑子有病，啊，他这样看我，那么我呢？啊，我碍于面子就不行了是吧？我反而怎么样？要把他按下去，就是打招呼，你好。这一打招呼呢，反而他不好意思了，是吧？再也不会看你了，是吧？再也不看你了。这个面子好像是很难破，但是一捅就破，懂吗？啊，所以说今天有个人在山上对我说，就说李博士，我以前啊是十分碍于面子的人，很腼腆。但是今天我要跟你主动的握一下手，我抛开面子，鼓出了勇气。大家至少要做到这一步是吧？啊，来握手。啊，过去我由于碍于面子腼腆不敢提问，但是我今天我要向你提问，至少大家要做完新起点生命运动啊，大家能做到这一步是吧？所以大家呢，啊。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面谈呢？从明天早餐开始是吧？啊，所以大家早餐的时间、吃饭的时间要和我进行面谈，啊，大家一边跟我共进早餐，大家向我提问啊。那么碍于面子的人，有问题不敢提，那有谁怎么办呢？那没的办法救你了是吧？所以大家要抛开面子。放下面子，所以有话不能讲啊，憋在心里。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其实心里的话有时候也不能全讲，是吧？全讲了以后，那么问题也就大了，是吧？所以啊，真的有些心里的话，那些不堪入耳的话，啊，要有一个倾诉的对象。这个倾诉的对象就是什么？这个倾诉的对象就是创造生命的创造主上帝。在上帝面前，我没有什么东西可遮遮藏藏，是吧？我们可以赤裸裸的来到上帝面前，倾诉我们内心所有的苦衷。所以那些心地善良、谨小慎微的人呢，即便在上帝面前，他们也是很乖顺的、很腼腆的。如果大家不想不得这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话，在人面前你可以腼腆，可以乖顺，但是至少在上帝面前呢，你们要放得开啊，要把你们内心的苦水啊都能倒出来啊。在人和人之间呢，有的人呢在人和人之间呢啊撒野，但是在上帝面前却装得很乖顺，这问题也大。你们有敢于在上帝面前撒野是吧？所以说我恨这个人，我真是有枪的，我真想一枪真想打死他，啊，把你们这种心里的怨和怨积怨呢都倾泻出来发泄出来。上帝是慈悲的上帝，他会聆听你们的这种发泄的。好，原来你是这样心里一肚子的苦水，那么上帝对我们的爱呢是不变的，大家明白这一点啊。
这样的上帝，大家要了解这样的上帝，领悟这样的上帝。当我领悟了上帝是这样大慈大悲的上帝以后，一旦我有伤心的事，肚子里有苦水，我就是上帝倾诉啊，发泄啊。诗篇就是一种倾诉的记录，诗篇当中有很多向上帝发泄的什么，发泄的这种苦衷啊，向上帝发泄啊，上帝为什么这样苦待我，是吧？这种倾诉，这种发泄，我们在上帝面前变得像一个什么，像父母撒野的孩子，是吧？是我们内心的这种苦水倾诉出来，压抑的东西都发泄出来以后呢，我们身心就变得愉悦了。那么这人和人之间却做不到，是吧？我发泄了，对方就痛苦了。所以人和人之间呢，无法解决的问题，大家在上帝面前找到解决的出路。那么遗传基因对你们的心怀意念做反应，是吧？对信息做反应，对好的信息做好的反应。那么我们到底怎样的心怀意念，具体的怎样的心怀意念，坏的意念那都是很笼统，是吧？具体的讲，是什么样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的 T淋巴呢感觉到这种意念以后变成敌我部分的攻击自我自身的 T 淋巴呢？啊，是什么样的意念呢？是什么样的意念让我们的 T 淋巴发生这样的异变呢？啊，恨自己的心啊，恨自己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啊，尤其是那些心地善良的人容易这样啊，我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啊，过分的自责，是吧？过分的自责呢？是有没有良心的人呢？是有良心的人，是吧？那些没有良心，那些没有良心的人，说厚颜无耻的人呢，他们绝对不会自责的，连自己的责任都要推卸给别人，让人家背黑锅，是吧？反而自己嗓门却大，啊啊，无理也要抢三分，所以那些过于自责的人，啊，我到底怎么搞的啊？还有呢？所以啊，从表面上看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内心当中总是有这种过分的自责，所以他就难过，是吧？苦压抑。所以说旁边的人看，第三者看，这么点事不至于这么自责，是吧？说老婆你是拿得起放得下吗？有什么大不了啊？但是他不是，就说，我怎么会这样呢？很深刻，是吧？很严重，像过于自责，是非常有良心的人，是吧？是非常体贴人家的人，胜过体贴自己。啊，有的人呢，人家怎么样不管，自己好就行，很自私。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呢，唯恐得罪人家，是吧？唯恐得罪人家，啊，就难受的不得了，是吧？不好意思，无地自容。所以我们呢，是搞生意搞不来，是吧？搞生意得怎么样？啊，至少得按，就说能吹能勒，是吧？啊，是脸上脸皮要厚一点，但是我们脸皮薄得要命，是吧？啊，这生意做不来，我们也就做着这个新起点啊啊啊啊！根本从本质上去无法去害人家，是吧？那么宁可劳身去帮别人，我们才心安理得啊。所以我们身上不会有疾病，是吧？所以有的疾病呢也会好，就专门利他的精神呢啊，会让我们好起来。还有一种是过分的自责，还有一是罪责感。罪责感。那么人活在世啊，有的时候不是出于本意，但是会加害于别人，是吧？啊，那个时候我要不这么做的话，
这个人就不会这样啊、受伤害，是吧？如果我要、少说一句话的话，就不会这样伤及对方。那么啊、有良心的人会怎么想啊？内心就忐忑不安，有一种罪责感，是吧？内心感到压抑。其实我呢我应该承受的，却由对方来承受，又无法倾诉出来，所以很压抑啊，这样的情形哈、所以呢最后呢这样啊、心地善良的人呢啊，我得罪了人家，那么我是什么？我是罪人，我应该接受惩罚。还有呢，还有那些很乖顺的很善良的人呢，这样的女性呢，人自我公认的这个贤妻良母，尤其是什么呢啊，那些贤惠的女性当中呢，尤其是这个女性啊，和男性不同的一点是什么呢？很在意人家的视线，在意人家怎么看我。是女性要比男性更加在意人家的视线。首先外貌漂不漂亮，人家怎么看我呢？所以呢，成天在那镜子前面啊捯饬，是吧？所以说一天坐在镜子前面的时间很长，不厌其烦的捯饬，是吧？梳妆打理。那么男性啊，根本都体察不到那种美，是吧？体察不了那么细微的地方，但是女性呢，细心的去梳妆打理。所以女性本身呢，很在意什么？人家怎么看我？啊，很在意人家怎么看我。所以女性啊，最高兴的时候什么时候？啊，说你漂亮啊，说你贤惠啊，啊，怎么这么高尚啊，优雅呀、啊？人家称赞她的时候，女性和女性之间也互相这吹捧，是吧？哇，你好漂亮，你好年轻啊！互相吹捧，互相挠痒处，因为知道他们自己需要什么，是吧？所以其实什么也不是，但是他们彼此这样吹捧啊，夸大其词的吹捧，互相挠痒处，是吧？所以呢，这个贤惠的女性啊，越是贤惠的女性，越在意人家的视线，在意人家的视线。那么为了得到人家的赞许啊，那么活得累不累啊？当然活得就累，是吧？那么得到人家的赞许，为了赢得人家的赞许呢，那么活得很累，甚至有的时候呢，想真的害一场病，然后去休息休息。那么想休息呢，没有理由啊，怕人家说我懒，所以想休息也不得休息。休息的时候呢，也心不安理不得的，是吧？没有借口。这样的女性很多，尤其是跟公公婆婆一块生活的儿媳妇，是吧？想休息也歇不了，那么休息啊，反而心不安理不得，是吧？干活的时候反而心安理得，最后呢，就想，哎呀，那这害上病好了，所以涕零巴就感觉到主人的这个念头了，是吧？我们主人呢、现在需要休息，他现在想得病，啊，他说他要想得到惩罚，那么我们，像我这样的，我寻死想死，那么我们就成全他吧，我们帮助他吧。所以随着主人的念想，强烈的这个念想不断的传递给涕零巴，涕零巴就开始要间接系列就开始有变化了，就成全主人的这个念想，所以就开始攻击自己，涕零巴就变成了敌我不分的变异的涕零巴啊，明白了吗？所以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妇女啊，性格的特点呢是爱生闷气的人啊，我也以前爱生闷气，动不动就生气。如果不搞新经典生命运动的，我早就是走上黄泉之路了，是吧？但是真是托新经典 New Start 的福，
啊，所以说每年呢越活越年轻啊，你说多了不得，所以每年呢啊能够超越自我，然后啊体会更大的自由，啊，这种心情是无法言喻的。所以自身免疫性疾病啊这种性格的病啊，和患癌症患者的性格呢也是很类似的。所以那些患癌症的患者呢，大部分呢都是什么比较内向拘谨的，而且追求完美的人，而且非常负责任的人，是吧？责任心很强。那些来到新起点生命中心的那些患癌的人呢，都是非常善良的人，甚至没有王法也能啊也能生活的人。那么如果不完成自己的任务的话，自己都饶不过自己，是吧？所以受的压力就比别人大，这样慢慢慢慢日积月累就成了病了，是吧？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呢，大家要把这个重负啊要放下来，拿得起放得下哈，不要把世界的痛苦自己都承担下来啊，你也承担不了。所以自身免疫性疾病啊患病的原理就是这样，我们主人的心怀意念强迫我们的提利玛呢发生变异啊。还有这个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呢患了肾小球坏死症，自己的提利玛呢不断的攻击自己的肾小球，因为肾小球都是毛细胞形成的，那么尿液呢从这里过滤，是吧？那么就患了肾衰竭症。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弟弟呢和他呢一块儿，姐姐呢一块儿学音乐，但是弟弟的音乐才华要比他多高，所以七八岁的时候弟弟呢要比姐姐优越的多啊。所以到十岁的时候呢，姐姐呢谁都不理会她了，实力呢这是天壤之别，弟弟拉小提琴拉得非常非常好，才华横溢，姐姐呢什么来到教会来到学校呢没有机会站在舞台上，妹弟弟呢总是出人头地。那么女性的什么开始启动了那种嫉妒心，弟弟即便是自己的弟弟他也嫉妒，是吧？女性的嫉妒心呢，女性嫉妒的对象啊是没有，是无限的啊。然后开始嫉妒。这个女孩是个非常乖顺的，她甚至心里想弟弟发生车祸死掉，因为自己不受人关注，所以她就想死，自己想寻死，希望弟弟不死。这个小妹妹呢，小姐姐呢，还是信上帝，心中就有一种罪责感，是吧？我应该受惩罚。然后呢弟弟人气旺，所以自己受冷漠就想死，成天盖被自己暗示自己我要死。提利玛呢就接受了主人这道信息，然后提利玛说我们成全他吧，来攻击他的肾脏吧。然后呢慢慢慢慢就患上了慢性肾小球坏死症就这样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这个人际关系你们要改变你们的念想啊。遗传基因是可以改变的，是吧？ T 淋巴因为遗传基因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它发生了变异。如果它恢复正常的话，自身免疫性疾病是会完全康复的。所以这个小女孩呢小姐姐呢她说为什么会这样想呢？这个孩子的父亲呢是一个音乐狂，他望子成龙心切，培养他的两个儿子想成为音乐家女孩弹钢琴弹好了，父亲就夸赞他说我爱你，弹得不好的话我去练习，就烦他恨他。所以这个小女孩呢就
就渴望父亲的爱，而弟弟齐拉的好，父亲就爱他弟弟，偏爱他的弟弟，所以这个小女孩呢，就渴望着父亲的爱，得不到爱，他就寻死。他们全家来到我面前，啊，进行咨询，我就对这个父亲说：“女儿的病是由你引起的，你女儿钢琴弹的好与不好，你的爱应该是什么？是无条件的爱，是吧？”这个父亲痛哭流涕，痛哭流涕。然后抱着自己的女儿，然后说：“你钢琴不弹我也爱你，弹得不好我也爱你。”父亲的爱我也彰显出来了，是吧？这个小女孩就说：“爸爸，这是真的吗？我不弹钢琴也行吗？”迄今为止啊，过去就是挨打，然后挨骂，天天得练啊，弹好了就啊受表扬，弹不好就挨骂。所以这个小女孩的价值啊，取决于什么？取决于钢琴弹的好与不好，是吧？我自身的价值没有了，自身的价值完全取决于钢琴弹的不好。这个父亲明白了自己的过错以后，拥抱自己的女儿说：“我爱你，钢琴弹的好与不好没有关系，你不爱弹你就别弹了。”这个小女儿呢，就欢呼雀跃说：“啊，我现在活了，我有活路了，嫉妒心也没有了。”本来她对钢琴没有什么素质，是吧？打那时起，这个小女孩啊开始康复了，啊，她的涕零巴开始说：“啊，我们也找到活路了，是吧？啊，不用恨自己的弟弟了，也不想死了，啊，有活路活头了，是吧？啊，那么通过新起点，大家找到了活头的话，你们的涕零巴就开始恢复了，啊，啊，所以你们身体的发生变异的所有的 T 淋巴呢就会恢复。再仔细的内容呢，我们下节课再下回且听下回分说。时间不够用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相信你们的 T 淋巴呢对你们的心怀意念做反应。你们的生命基础设施打好的话，你们的 T 淋巴呢完全要可以恢复正常的，所以你们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也会完全康复的。하나둘셋넷뉴스타트해보세요뉴스타트해보세요놀라운일이생깁니다뉴스타트해보세요건강식을해보세요건강식을해보세요놀라운일이생깁니다건강식을해보세요하나님을믿으세요
믿으세요. 하나님을 믿으세요. 놀라운 일이 생깁니다. 하나님을 믿으세요. 뉴스타트 해봤더니 놀라운 일이 생겼어요. 뉴스타트 해봤더니 잠시 광고 드리겠습니다. 앉아주십시오. 자, 올라가셔서 맛있는 식사하시고요. 매일 저녁마다 무슨 시간 있죠? 회복 이야기 시간이 있죠? 예, 그래서 저녁 시간을 한 10분 정도만 당겼으면 좋겠는데 여러분 어떠십니까? 예, 원래 시간이 7시 30분이죠? 예, 7시 20분까지 모여서 그...
얼마나 빛을 찾는 것이 중요하냐 하면은요. 어? 여러분, 창조주께서 이 뇌충이라는 벌레를 만들었습니다. 아시겠어요? 이 뇌충은 너무너무 작아서 이 뇌충이 보니까 개미 기생충이야. 그러니 얼마나 작겠어. 개미 어디서 사는 기생충이냐 하면은 개미 위장 속에서 산대요. 그런데 그 한 식구가 되게 12마리에서 20마리가 한 식구래. 그래서 그 뇌충을 그 영국 학자들은 brain worm이라고 합니다. brain worm. 근데 이 뇌충은